手机视频显示，十多名女士团团围住一辆黑色小轿车，缓缓将汽车推离原来的位置，周围有人大喊慢点慢点。而在小轿车被推走六七米后，手机视频显示，十多名女士团团围住一辆黑色小轿车，缓缓将汽车推离原来的位置，周围有人大喊慢点慢点。而在小轿车被推走六七米